睡了。嗯，哎呀，建设，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他就是问搬家的事儿定下来没有。嗯，这大半夜又问一遍。他是问你是怎么想的。我不是跟他说了吗？搬家可以啊，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跟他说，这事儿咱们还得商量商量。金叔，嗯，今天的内容我的写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嗯，说说不看，你念给叔叔听吧。哦，那好，我念了。嗯，嗯，昔日之情山高水长，昔日之恩莫齿难忘，薄酒一杯欢迎捧场，临建设恭候各位某年某月某日，行吗？是不是写的不好啊？ 那我再改改。等等，老六，写的不是不好，是写的太好了。你真是一个天才啊！哎，老六，你这么一个小脑袋瓜，怎么会想出这么多文绉绉的词儿啊？啊！老六啊，他成天没别的爱好，就是爱读书啊、文书。他说大哥捡回来的那些古书啊，最香了，还说玉骨的书越香。嗯。 真有意思，老六，你完全就是个读大学的材料。啊，对了，你看啊，你再帮叔叔一个忙，把你写的全给我抄到这个请柬上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也帮你吧。老二，建设叔问你个事儿啊，这次跟着叔叔走远道，是不是很害怕？ 我知道你害怕，其实啊，真的不用害怕。建设叔的车就停在家门口，你啊，出家门就上车门，而且你的车，建设叔自己亲自开，没有别人，就你，你爸你妈，咱们一直开到新家。你想想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而且，咱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。 除了咱们家自己的人，谁也不认识谁啊，再也没人说你的坏话，也更没什么可怕的，在外边也再也没什么危险了。你想想，这该多好，嗯，嗯，哟，嫂子，赶紧，我跟你说啊，老二的工作我都做通了。你跟我进来一下。哦。 这是什么呀？镯子，你当年送给那个放羊姑娘的，你忘了？哦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嫂子，你看，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还留着它呀？我以为你早就把它扔了。哎，建设，哎，
其实我一直想，你总有一天会回来，也总有一天能用得着它，所以我一直留着来着。这不现在能用上了吗？你昨晚跟我说，让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就把它送给那个你喜欢的姑娘。这个，哎呀，太旧了，而且那么便宜，你说怎么送得出去？嫂子，你再帮我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你把这个镯子送给他的时候，再跟他讲讲你和那个放羊姑娘的故事，我想他就会明白了。你是中了彩票还是点着驸马了？回来就使唤我？废话，你呀，这回可是彻彻底底的猜错了，害得我白担心了好几天。你说你该不该罚？猜错了？我猜错什么了？说林建设的那些个话呗，一会儿又说人家是回来报仇，一会儿呢又说是有目的，害得我这两天看着他呀，都得绕着道走。你看，人家请柬都送到我手里了，林建设啊要摆个大的酒席，请十几桌，好多人都收到请柬了，说是要给当年的街坊邻居们报恩，看人家多客气。都怨你疑心重。我疑心重？好，我来看看请柬到底写的什么。昔日之行，山高水长。昔日之恩，莫齿难忘，薄酒一杯，欢迎捧场。呵，这林建设还挺有文化，写的还很押韵啊。是呀，白担心了吧？林建设摆十几桌酒席，这么大的场面请客，说是报恩，我倒要问问，他请的这些左邻右舍当年对他有什么恩呢？难道是你那帮兄弟为了抢豆瓣酱摊子打了人家有恩呢？还是大家说他跟幺婶的闲话逼得他砸了玻璃被抓起来有恩呢？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说的我这心里头啊又有点害怕了。要我说呀，这林建设摆的这宴席目的只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给当年的街坊邻居看看啊，你们当年看不起我，我现在发抖起来了，日子比你们谁都过得好，气死你们。另外一个呢，说是报恩，其实是复仇。哎呦，哥，我不去了，赶紧把那请柬撕了啊！我不去了。你怕什么？他要报你的仇啊？买表的那件事上，都已经报了。我估计这一次他也不是冲着你。你看看，这请柬上请客的地址，来来来，地址还有讲究。供销社对面。我的妈，他这是冲着老刘吧？所以啊，那天你就把脸放厚了，不管林建设说什么，假装就是没听见，然后就有好戏看喽。我给你倒洗脚水去。哎，等等，这么多年我还没看出来，还真有点像狗头军师啊你。今天呢，我奖励你，我给你倒洗脚水去。啊，坐着。啊。老幺，老幺，老六，妈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他们都哪儿去了？他们帮建设叔发请柬去了。连你爸都去了？嗯，建设叔说了，老刘那份请柬呀，得我爸亲自送过去。哎呦，这个林建设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妈，我听老四老五跟我说，说外面人都说了，建设叔这次请客啊，那么大场面，不知道还花多少钱呢。
天知道他为什么请客。嫂子，嫂子，啊，哎，嫂子，这是。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干什么去？嗨，你走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老二还有。哎，老二在这儿，走走走，你跟我去啊，就知道。老二自己在家啊。来，走。你去哪儿啊？建设，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嫂子，你别着急，等到了你就知道了啊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就没什么好宾馆，真是委屈了。你到底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你不说我可真走了啊。哎哎，嫂子，你可千万别走，你总得见见万红啊。万红，建设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嫂子，她就是万红。哎，万红，这是我的嫂子，我最佩服的。嫂子你好。你好。嫂子，万红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。恭喜你们啊！嫂子你真漂亮，我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，有你一半年轻，我死都愿意啊。哎，嫂子，坐吧。哎，来，请坐。好，坐，嫂子。建设，你看这镯子戴在他手上还真挺合适的哈。刚开始给他的时候啊，他还纳闷，把我逼的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把当年这个镯子的故事跟他讲了一遍。红红听了，眼泪都掉下来。哎，嫂子，我真没想到这镯子有这么大的魔力。那是肯定的了。建设是刚刚跟你求的婚吧？可不是嘛，他一个电话让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赶到这儿来，让我把走穴的机会都推了。红红是个歌手。哦，我坐飞机过来的，谁能想到建设还给我埋伏了这一手。不是，我跟嫂子说过，我这个人呢，在其他的地方都还行，什么都敢干，可是在情感问题上我这个人就是笨。可是啊，我确实是来不及了，我必须在明天的宴席上挎着我最漂亮的未婚妻走出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林建设混成什么样子了。哎，去，哎，给嫂子倒杯水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都忘了。没事，别客气。建设，哎，嫂子真替你们高兴。不过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你说你为什么要摆这次宴席？嫂子，明天你就自然会明白了。一句话，你等着看好戏吧。咱明天之后全家都搬走，让他们慢慢去品味道吧。建设，你请了那么多人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嫂子，我现在是厂长，这厂里的钱就是我的钱呢。这厂里的钱怎么会是你的钱呢？那是国家的钱，建设。哎，嫂子，咱们厂啊，以前一直是亏损，现在有点钱都是我挣的，我挣的钱我自己花，难道不对吗？我等这天已经等了十年了。麻烦你了啊，那我先回了。要说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啊。戏派吗？我看不是没事儿啊。
甭着急，戏还没开场呢，林建设不是没到，那你就想一想。那我还是回去跟老二。哎，别走啊！建设说了，咱家的人呢，一个都不能走，尤其是你。走啊，让建设多扫兴啊。哎呀，我倒不怕他扫兴，我是怕他今天太高兴了。你看看，看看。哎，你也，猪肉二十斤。刘主任，嗯，您说，咱还接着盘点啊？对呀，接着盘。你看这林建设在咱们门口大摆宴席，摆的菜。咱们是国家的供销社，林建设他摆他的宴席，咱们干咱们自己的活，接着去。白糖五十斤，红糖。行，你回去吧。刘主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刘主任，那我把门帮您关上。不，把门打开。打开。打开。好戏开场了。哎，这正是三十联合东，三十联合西。想当年林建设在我们这儿，哎，大傻子一个，现在别嚷，好风光哦。看人家那媳妇长得多漂亮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我多年的街坊邻居，今天难得大家赏光啊！我作为今天的东道主，首先我敬大家三杯，酒。这第一杯，当年我林建设插队回来，找不着工作，一无所长，落魄潦倒。承蒙大家的关照，我敬大家。好。第二杯，我长大以后就离开了故乡，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不长，可是我哥、我嫂子一家人在这居住了几十年。在这几十年里头，承蒙大家的格外关照。我再敬你们。这第三杯酒，我今天要好好的敬敬，在座有些人的脸皮，有脸看着我跟我嫂子一家人，有脸听我说话。其实啊，我应该谢谢你，要不是当年你们把我逼走，我现在啊还在这个破地方，最多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，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商小贩而已，哪有我林建设今天的成就和辉煌啊。
嫂子，我告诉你，打谁都行，不能打老刘，听见了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刘对林家有恩，知道吗？他只是冲着你来的。我只知道他帮过我们。我杀人！你给我下来！刘彩。我想到那天晚上我砸玻璃，我嫂子拦我的棍子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样子。我想到我一个人从派出所出来，远走他乡，连口冷饭都找不着地方吃，我真是很难对你们说谢谢啊。虽说我这次回来是衣锦还乡，那也差不多。我摆下这些宴席，就是想问问你们，你们心里边对我林建设有没有一点点的愧疚？没有。各位，今天我摆下酒席，就是要跟你们有一个彻底的了结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希望你们要是觉得曾经有对不起我林建设的，就站起来跟我说个对不起啊。说了对不起，咱们就全了了。什么？有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说呀？连声道歉都不敢。林建设，当初确实是大家的闲话把你逼走的，你的走我们大家都有责任，对不起了。好啊，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啊，知错就改，这才叫男人。下面还有谁给我道歉啊？我再说一句，今天啊，我还要让一个人跟我道歉。干涉。嗯。你的气撒够了吧？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你别管。嗯，哎，去坐着。嫂子，过去吧，嫂子。今天老刘没有来吧？我是亲自给他送了请柬，但是我知道他不敢来，也绝对不愿意跟我说道歉。对不起，来晚了，我认罚。老刘，你干什么呀？嫂子，你别管，今天就是要跟他算账。你要跟他算什么账？你到底要跟他算什么账啊？你心里知道，他欠咱们林家多少？你有完没完了？老大，扶你刘叔进屋去。招呼弟弟妹妹们回屋吧。啊，这都回屋吧，回屋吧啊。老四，建设，
孩子们都走了，有话你就直说。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，你骂我呀，我坏了你的好事儿，对吧？我没让你把气痛痛快快的撒出来，可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十年前是那句话，我现在还是那句话。老刘是咱们家的恩人，哥，嫂子，准备吧，我们明天一大早上路。啊，明天走啊？哎，不是，建设，搬家的事儿啊，这还没决定呢。哥，搬家，咱们就这么定了吧。啊，嫂子，我没力气跟你争了。就算是我独裁一把，我相信今后啊，你们会感谢我的。啊，明天一大早有车过来拉东西，那些大的笨重的东西就不用带了，我那儿都准备了，带些小东西吧。走吧。哥，嫂子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我的酒杯哪儿去了？我，你不让我给你装起来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您给我拿出来。今天晚上我要喝点酒。奶奶，您说，咱们要是搬家了，二姐还能带着花花一起走吗？带着花花？那么远的道，这么老一只猫啊。老二啊，别带了，行吗？妈，你就让我带着他吧，我求你了。好吧，带着吧，带着。太好了，二姐，我就说嘛，妈一定会答应的。哎，太好了！你们看见老四了吗？没有。老四。是去和一个人告别了，妈也有一个人没去看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明天就要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北京。啊，那个收废酒瓶子的，你等着。我进去给你拿去啊！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建设叔叔要把我们全家都带走，接到他厂子里去。现在家里人都在收拾东西呢。你是不是开玩笑的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前几天就跟你说过，他一回来就提出来了。今天是真的决定了。你别哭啊！我一定有时间就回来看你。你以为我想走啊？我这心里面也是一千个不愿意，一万个不愿意。你别哭了，乖，等你毕业了就过来找我吧，小杰。Thank you.
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什么了？明天搬家啊。谁说要搬家了？我们不搬家。真的？咱们不走了。哇，太好了！您好，请您先生到总台集结一下账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谁呀？我，万红。哦。啊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让你去结一下账。嗯，好的。嗯嗯。哎，人呢？你想找谁呀？嫂子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我哥。他呀，出去了，去看人下象棋了。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他去看人家下象棋，这老大呢？老二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他们呢？啊？老二在屋里睡觉，老大和老四出去干活了，老五、老六得上学。嫂子，你这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可别再逗我了啊！我都快急死了啊！金生，嗯，真对不起。我们不想走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好心，哥哥、嫂子，你的侄女、侄子都领了。哎呀，我说嫂子，你别再跟我开玩笑，别再跟我说这些客气话了。别逗了，咱们走啊。建设，我知道这么做真的是对不起你，可我们的确不能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老三。老三，昨天我去看老三了，这孩子真的可怜，他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我这辈子都欠他。只要家在，我们一家人都在，我们就可以常常去看看他，陪他说说话。我们要是走了呢，他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将来等他出来，连家都找不着。所以，我前思后想，我不能扔下他。嫂子，其实就算是搬到我那儿去了，你们也可以常常回来看他呀。我给你们派车，就算是有一天他出来了，我会亲自开车来接他。金生，你这回回来，我觉得你变了很多，你对这个地方没有感情。所以，你可能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我们离不开这个破地方。像我们一家人，对这个地方是心里被拽得死死的。头两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越收拾，我就越觉得落了太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不能走，我在这儿，我的心里是满满当当的，可我要走了，我这心里就空了。
看看在什么地方下车合适。我的戏演完了。对。行。过了前面那收费站，你把我放下来打车好了。好的。啊，拿着吧。谢了。我要谢你，你演得非常好。当然了，我是演员嘛，说不定再过2年我还红了呢。哎，要是你嫂子这一家跟你走了，我是不是还得再演下去啊？当然，其实我是一直想也继续伴着我的未婚妻，一直到我嫂子他们全家到我的工厂里安家落户。然后呢，再扮演你的妻子，给你生儿育女。说不准呢。哎，好，那我可要再另收费喽。好啊。好了，师傅停车吧。